下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听从主话，遵行主道，团契生活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，搁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有一个人去请教一位智慧的人，要知影怎样才活得快乐呢？智慧的人就带伊到一座大房间，那边有一间真大的饭厅，大大的饭桌顶，山珍海味十分丰富。饭桌四周围坐了真侪人，却拢是面黄腰饿。因每一个人拢拿着一双十二尺长的刀，每当因要食时，物件就按这个刀仔落落来。智慧的人继续带伊到另外一座大房间，同样的，这座房间内也有一个真大的饭厅，大大的饭桌顶上是山珍海味，十分丰富。饭桌四周围也是坐了真侪人，也是每一个人拢拿着一双十二尺长的刀，但因人拢是面色红润，快乐安详。这个人就问：这是什么事呢？这个人也是拿十二尺长的刀，但每一个人拢吃甲饱饱，开开心心的。智慧人回答讲：因为因人人彼此相顾，勇气对方，底下只要彼此相顾，就会通激发爱心，爱心受激发，就会通勉励行善，而勉励行善的结果，阁增加了彼此相顾的心。思考你怎样在团体中操练彼此相顾，彼此劝勉，彼此扶持呢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阿罗哩赐予阮新的活命，是要阮活得搁较丰盛，并且充满平安喜乐。求天父帮助阮，要伫你的那边保持团体生活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相帮助。因为当阮合作一伙时，就会通激发热心；若分开，就会渐渐的冷淡。求圣灵帮助阮，有合二为一的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